3月22号，易烊千玺在社交网站上更新一则视频，视频中千玺的头在门缝中还露出帅气可爱的脸庞，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噗噗噗的嘟嘴吐气冒泡，太可爱了，妥妥的三岁呀，不能再多了。话说这深夜千玺你也太皮了吧，半夜三更这是睡不着要来释放天性撩粉丝，还是因为最近头上长包了，所以现在傻的开始吐泡泡了，偶像包袱不存在的是吧，不过你是大佬你开心就好啦，我们的大佬还真是萌出了新境界呢。芒果拉新闻，有趣的灵魂小千请大家了解一下，没人了解的话唠唠就暴走了哟，报道。